行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你也不是这样的人。飞，为什么喂？你走路不带声啊？又干嘛？班里的人都走光了。为什么呀？去看萧静了。萧静。喂。又干嘛？你就准备这样去啊？进来！你都脏成这样了，还不愿意来澡堂？你说这个萧静学长怎么这么早就走了？我刚去洗了个脸，换了身衣服，哎，人就走了。也许这就是天注定吧。注定个头啊！我以后跟那个姓秦的，就是冬天不能吃雪糕，夏天不能吃西瓜的仇。哪有这种仇啊？对了，袁倩，你别走到太里面了。这个澡堂有个恐怖的传说，在很久以前，有个女孩在走廊尽头的那个隔间发生了意外，她的血流到了澡堂的地面上，洗澡的女孩都吓坏了，所以走廊尽头的那个门已经被学校死死锁住很多年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那么不信？你还不信？别去，你进去找啊。哎，我先进来洗了。罗欣欣说的，该不会就是这扇门吧？这个澡堂有个恐怖的传说，在很多年以前，有个女孩在走廊尽头的那个隔间发生了意外。所以走廊尽头的那个门已经被学校死死锁住很多年了。